移动一点。哎，哎，现在才这样过。Hello， 欢迎回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如果你是新的观众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，然后打开小铃铛。今天的 video 我要做一个迷宫，来给我的宠物。我们的三号选手正在热身中。搞错了，再来。
他直接跟我越掉过最后两关的迷宫。他到底要在这个迷宫里面待着多久，还是要直接住在里面了？那一只太慢了，直接把它从里面拿出来，跟我们把第二只手工放进去。这只直接逃出来。连参与都不要参，直接逃出来。直接跟我跳过最后两关。移动一点。